先连接气管到气筒的底部，按开关，LED 亮，再按熄灭，按预热的键，LCD 屏点亮。在屏的右侧有四个气压单位，可以通过按预热的键进行切放。现在看到的是 PSR 8千帕公斤，加减两个按键可以预设气压值，按一下加110，按一下它上升一个数字，连续按动，它跑得很快，128，按预热的键。设定完毕，现在我们进行打气测试。按开关，直接打气。好，131，自动打关的压机。力自动关机，把气管悬下来，藏在气动的储存槽内，按开关，LED 熄灭。每次嘴气管有两种，叫做跨压式的，叫做颅压式的。这里有三个充气小配件，我们把气管连接在打气筒的底部。这是一个法式嘴的公路车胎，把法式嘴拧上去，再把气管连接，按开关打气。这是一个球针，连接在气管上，插在篮球里面，给篮球打气。这是一个塑料气嘴。连接在气管上，给游泳圈打气。这是车充，低吸头插入低吸孔内，另一端插在汽车驾驶室的点烟器里面，可以给打气筒充电，也可以给打气筒边供电边打气。这是充电器，一端插在打气筒的低吸孔内，另一端插在室内的插座内，给打气筒充电。充电的时间约1小时。这个美式气管可以给90%以上的汽车和自行车直接充气，不需要卷放接头。打完气以后，把气管藏在气筒里面，